这里这里好无聊，我们继续好不好？好啊。我是江慕言，是成人高中的小高一。我爸在我大概12岁的时候就过世了，从此以后，妈妈几乎睡在公司。与其说她是为了生活在打拼，不如说她在借着工作麻痹自己。我也是，心乱糟糟的时候，我喜欢到夜店去鬼混，怎么进去我自有办法。但是仅止于放假的时候，平常的我就是一个超级超级平凡的高中生，每天不是作业啊，就是考试。还要为了不要迟到，一大早赶车上学。等等，现在几点？啊，算了，就让他迟到吧。哎，我先去厕所。Thank you.
看到虽然他们说了很过分，但是你什么时候要跟我们说？我们不敢问你这个，是因为你最近情绪不太稳定，而且这个问题太严重。你是不是华人？是谁的？我们认识吗？当妓女的，你真是太夸张了！我养你已经够累了，现在还要养你小孩，你有完没完啊你？你对得起我吗你？而且还是跟不认识的人，你知道那有多危险吗？啊，你说说看啊，你说话啊！你好，请问今天有什么是你的吗？那个，我怀孕了。那请问家长知道吗？知道是知道，但妈妈说这孩子不能养，我又不能丢掉，就想问看可以怎么办。一般来说，这种情况我会鼓励您将孩子出养，不过孩子能留在母亲身边是最好的。需要我们派社工姐姐跟妈妈谈谈吗？我想要宝宝在身边，但我知道妈妈已经心里憔悴，我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好的，那我先跟你们说明一下社区里的相关情绪。首先，我们会先找一天到你家里做家访，和你以及你母亲一起讨论对收养人的期待。配对找到适合的收养人后，我们会再通知您。之后安排孩子与收养人见面，且由收养人将孩子接回家照顾。期间我们会与收养家庭保持联系，了解状况。在孩子被照顾情形良好，且您以及收养人都同意之下，在收养适应期满后，我们就会着手进行法律程序。那可以下日就签保证？不行，法律的成立必须要有事实的存在。因此必须在孩子出生且具备法律身份之后，我们才能签署同意书。那我们在确认两方的收出养育认可，下一步就是向法院申请收出养育认可，送件后的出庭机构访问、裁定及签户口等等。在这期间最重要的就是您和宝宝的健康，保持愉快的心情，不要担心，我们会和您一起面对困难。我有个问题，宝宝被收养之后，我可能就可以看问问看收养人的意愿。之前的案例就是有不见面，或是半年见一次面，或者更是
上小学前安排见一次面。这会之后会依据你们双方的共识签订书面协议书。那请问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好的，那我们先填一下基本资料。我们等一下就要把小孩交接给养父母，还要让妈妈再帮忙。嗯，我想还是不要。Some kind of holiday. You got me thinking that we can run away. You wanna take it there.